小朋友们好，今天莱德队长开着出租车去工作。哈哈，开着我心爱的 taxi 出发喽！莱德队长坐进去了，关上车门，滴滴。莱德队长来了，哎呀，不好，撞到了猪猪侠。哎呦，谁开的车是不是瞎了呀？哎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不好了，撞到人了，对不起。啊，是莱德队长，你怎么开的车？好痛啊，哎呦哎呦哎呦，我不能站起来了，哎呦。猪猪侠，坚持一下，我送你去医院。莱德队长打开车门，猪猪侠快点上车。哎呦哎呦，我不能走路了，哎呦。嗯，猪猪侠进去了。猪猪侠坐好了，我们要出发了。关上车门。莱德队长带着猪猪侠去医院。毛毛是医生。很快，莱德队长来了。毛毛，帮帮我吧！我今天不小心撞到了猪猪侠，请你帮我医治他。好的，莱德队长，不用担心。猪猪侠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哎呦，我感觉不太痛了，好多了。我看你只是一点皮外伤，我给你擦点药水，然后回家好好的休息，多吃点好吃的补补身体，你很快就会恢复健康了。嗯，好的，谢谢毛毛，不客气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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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好了，猪猪侠，莱德队长，你可以把他带走了。好的，猪猪侠，让我送你回家。哦，拜拜，毛毛。好，拜拜。猪猪侠，上车。等一下，莱德队长，我非常喜欢你这辆红色的出租车。可以给我介绍介绍吗？哦，可以啊，猪猪侠。车门能打开。是惯性车。还有灯光、音乐。里面有两个座位，车厢后面还有座位哦。上面写着 taxi， 英文出租车的意思。的士，出租车又叫的士车。故事，梦游，
是有有柳，我知道小猫钓鱼，警车声，消防车声，汽车启动声。哇哦，莱德队长的车车真不错呢，呵呵呵。主持侠，为了表示我的歉意，我给你买了一些好吃的水果。猪猪侠，请你一定要收下。莱德队长，不用了，我都没事了。再说，刚才我的语气也不好，我也感到很抱歉。好了好了，猪猪侠，别客气了。收下吧。那好吧，谢谢你，莱德队长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啦，喜欢记得点赞订阅哦，拜拜。